休息会儿。好。这是你第一次主动邀请我。是吗？嗯。在学校，你觉得我的粉丝会妨碍你，从来都躲着我。现在要在一起拍戏了，就主动缓和关系，你真的挺识时务的。这是你第一部电影，怎么样？紧张吗？紧张也没用啊，我就只能一场一场把戏演好呗。最近换人设了，走人气少女路线。你紧张是对的，我也有点紧张。听说张导特别凶，是个戏疯子。你也会紧张？你不是从小就演戏吗？谁会对小孩子提太多要求啊？本来就照顾我，更何况宋老师的地位摆在那儿，就算演得不好，导演也不敢说什么。我其实挺讨厌一直这样下去的，所以我才顶着压力接了《初雪之下》。宋老师那边本来有个红色题材剧在筹备，让我演他儿子，我给拒绝了，跟家里大闹了一场。你不想演他儿子啊？嗯，不想演，演够了。连着几天拍大业，我们肯定是无。